哦，这他那个多漂亮，去拿那个。我们刚也将这个南山绿呢，我们重复再练习一下哈。这个文字般若有它的重要，所以般若叫做什么？生生不息的这个母亲啊，也是代表智慧。那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在太平洋上面这个是什么？海啊，山海会啊，山海会自在如来是我们的阿难，是否受证的了哈？那这个是太平洋啊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在整片一望无际的海太平洋中哦，也看到这个月亮，谢谢你，那很棒哦。我们春分起来山顶拜佛，那个月光很亮啊，非常亮啊，非常亮。